江总，行，今天的事算我误会你了，我向你道歉，但是你以后不许再去我家了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不过我不是想要跟你说这件事情。那你想说什么？我要挑战你。你要挑战我，就凭你？就凭我，如果我赢了。 你就让我在公司留下来。陆考拉，收起你的歪脑筋，到时间乖乖走人。怎么，你怕输啊？不敢比啊？切，这么拙劣的激将法，但我为什么听了这么不爽啊？那这样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程序设计解决算法综合测试，你来选。我们不比计算机。 使诈，谁说不能使诈了？你输了，服不服？好，第一轮算我输了。第一轮？嗯，三局两胜。你之前怎么没说呀？就跟我没说不能使诈是一样的。你还真的是现学现用啊。那行，第二轮我出题。行，这样很公平。你可别后悔。 忘了告诉你了，我是跆拳道黑带，还要比吗？嗯。那好，比赛开始。啊！啊！ 喂，你要一直低到比赛结束吗？开始吧。你等一下，我要先热个身。那我现在教你第一招。 最好的防守，就是进攻。不，等一下！等什么呀？跆拳道有这个招是吗？没有啊，我是怕我腿力太足，把你弄伤了，你用工伤纠缠我。哎，等一下！你又等什么呀？哦，你想认输了是吗？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江总，你看，姐，他有毒液！啊，姐啊！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站住！站住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过来的话，我就要把他剁成香酥鸡、黄焖鸡、猪肚鸡、宫保鸡丁、可乐鸡翅、鸡肉串、鸡柳、腐骨鸡爪。 红烧鸡腿肉，我江总。
你害怕呀？那多可爱呀！你是讨厌鸽子吧？我讨厌所有尖嘴羽毛类的动物。讨厌尖嘴羽毛类的。以后这个也包在我身上吧。鸽子哪儿可爱呀、啊？这怎么会有鸡眼泪？把它弄走！哎，等一下，里面在解决一些私人问题，一会儿就好。哦，好。好。是啊，这怎么会有鸡呢？这个鸡是你弄来的吧？你怎么来的？喂，小七，麻烦你帮我个忙吧。对，就这样。他说他不知道，江总，你要不要放下？怎么了？你认输了？好，那我就当你认输了。一杯别，跟你学的。不对，心脏在这边。一比一平，还有一场，比什么？你有完没完了？我不比了。你不能这样。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I'm free。喂，你不能这样，做人要守诚信。你站住！一个人如果不守信用，就无法得到其他人的信任，就无法在社会立足，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。你闭嘴！你要再多说一句话，明天就走。你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机会，就是在天黑以前跑回公司，就算你赢。嗯，这里到公司要15公里，按照我平时跑步的速度，就算我一刻不停，也要一个半小时。现在马上就6点了，7点钟天就黑了，这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。那你就放弃了。公司见。喂，你疯了吧？回去吧，我要跑完。你当你是铁人啊，还跑完？懂不懂什么叫量力而为啊？我不想离开一城，不想离开你。你们这件事以后再说，先回去吧。你答应考虑了？我是担心你今天运动量太大，身体受不了。你是在关心我？上车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家就行。大姐，你把人家跆拳道馆衣服给穿出来了，人家给我打电话要衣服呢。上车。哦。江总。你们好。你们来了。啊。来，请进。哎，谢谢。妈。哎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程阿姨邀请我们过来的。坐坐坐。坐。今天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，大家随便吃啊。随便啊。听说小黎在一城的公司工作。是的，叔叔。哦，现在当程序员的女生倒是真不多了啊。不过呢，我觉得你和一城之间可能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可以聊聊。哎，
在下，你说巧不巧？你们家小黎还是我们家奕成的直系学妹呢，你说巧吗？你要干嘛？江奕成。啊，这个吃饭没有音乐，就像饭菜不放盐一样，索然无味。我去准备点音乐啊。啊，也是，也是啊，可以活跃一下氛围嘛。是是是。来，彩霞，咱们吃，来吃吃啊。哎妈，你这个音箱是什么时候买的？音效还不错。哎呀，小声点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给我关了。哎呀，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那么没礼貌。快，给叔叔阿姨赔礼道歉，敬杯酒。不。酒显得有诚意，国酒，靠谱。嗯，叔叔阿姨，我干了啊，你们随意啊。来，彩霞，来，我们吃，来，我们吃。这孩子一口干了，显得有诚意。哈哈，来，吃，多吃点儿。多吃点啊！你说说，这么多年还是没变，还爱吃红烧肉。不胖才能吃。江总他喝不了酒，他可能喝醉了。国酒应该没度数吧？啊，彤彤，哦，快送你哥去房间去。哦，好好好。陆林，帮我一下。哎，谢谢。走。慢点。哎呦！啊，谢谢。江总监，你来帮我一下。哦，来了来了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？不会吧，又来。你今天真好看，我好想咬一口。你明天清醒了会后悔的。嗯，我不会后悔。天你慢慢发芽，在蛋糕上涂鸦，繁星下对你说出的情话，想带你看樱花，想陪你放烟花，把对你的爱变成浪漫的童话。对对对，你要做我的宝贝，对对对，我来。哎呦，快点！哎呀，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把他拉开！这干什么呢？这是？这傻儿子干嘛呢？你太不要脸了！干什么呢？这个怎么了？这是啊？啊，你干什么呢？哎，爸爸。是他不小心绊倒了才压倒的我。别说了，闭嘴。哎呀，年轻人情投意合，你情我愿的，亲近一下也很正常。不是，陈阿姨您误会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小丽，你应该知道的，阿姨我真的很喜欢你的。饭吃的差不多了，回家。哎，彩霞，等等，既然今天大家都在，
那咱们就商量商量。商量什么？当然是小黎跟我们家奕成的婚事啊。啊？